从人体微观世界出发，去探寻生命奥秘。体外诊断是通过对人体样本进行检测而获取临床诊断信息，并且指导治疗。目前，临床诊断的信息70%以上来自于体外诊断，因此它也被称为医生的眼睛。明德生物的两位创始人相识于德国，医生出身的他们留学期间，有感于中国即时诊断 POCT 和欧美国家的差距，让 POCT 遍及中国大地，使快速诊断成为可能，成为他们的创业初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健康事业，在明明德。2008年，明德生物在武汉市留学生创业园创立。2012年，明德生物率先在国内推出高通量智能化 POCT 免疫层析检测平台，玄血一步式操作，智能化识别，15分钟内快速获取检测结果，且能兼容检测近30种疾病标志物。不仅适用于大中型医院极危重症的床旁快速诊断，也适合中小型医院检验科全面免疫定量分析检测，还适合基层医院实现常见病及时检测的需求。高质量的产品性能和差异化的客户体验，使得明德生物快速成长为细分领域的国产领先企业之一。2016年，明德生物荣膺新三板最具价值投资第一名，并入选福布斯中国潜力企业榜。中国体外诊断严重依赖进口，在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的子领域尤其如此。例如，中国化学发光市场约90%为进口产品，血气分析市场几乎被进口产品垄断。因此，在12-5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生物科技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创立以来，明德生物持续研发创新，自主研发的化学发光和分子诊断产品已在陆续上市销售的过程中。湿式血气分析产品在2018年4月通过了 CFDA 的注册检验，标志着国产企业在这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为了更好服务于国家分级诊疗和急救体系建设提升的需求，明德生物深耕心脑血管疾病领域，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以自主研发的移动心电产品、POCT 检测产品，加上强大的心电网络、胸痛中心、POCT 质量管理软件系统，推出医联体心电网络和胸痛中心建设整体解决方案，支持医联体中心医院面向基层提供远程心电诊断、心脑血管疾病会诊及转诊急救服务。目前，中国心脑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已达2.9亿，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占所有疾病死亡率的40%，位居第一，极大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在这个1000亿级的垂直细分领域，明德生物的产品及模式创新，将代表着优秀国产企业保卫人民健康的不懈努力和民族品牌的崛起之路。明德，爱众，致远，独行。明德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创新及时诊断，引领智慧医疗。在未来，明德生物将持续为人类健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实现人人自我健康管理，为身体健康，为家人幸福，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健康事业，在明明德。